tue. Tu tues.小白，你回来了，太好了！帝君小心！藏好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个女妖不就是之前在翻译国和帝君对打的那个女妖吗？帝君，小白，你终于醒了。帝君，我们落花烧人雨。气温菩提，嘴角弯弯小段里，眉目处落星曲，缘字正提笔，相思别离离，谁的青春笑人间。别推我，我头晕。怎么流这么多血？别动，让我靠一会儿。你光靠着不行。你得躺到那儿，让我检查检查哪里受了伤。正准备包扎，你来了。可我没让你把我按到石头上。按你的时候，我没有觉得疼，就按了。别让我说谎，说着我又疼。去拾一些柴火，你过来。在这里等我。一个人。
我这又是怎么了？原本好像什么都想起来了。孙帝君亲了我之后，我整个人又开始昏昏沉沉的。坐过来，我帮你包扎伤口。我走不动。为什么走不动啊？受伤的又不是脚。疼的话你就说出来。嗯，疼。哦，你又不疼了，能跟我说会儿话吗？可以，不过这个距离恐怕只能用吼的。哎，帝君为什么到这里来？因为你在这儿，我来找你。来找我？嗯。不跟你的姬恒双宿双飞，来找我做什么？我的姬恒？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因为我全都想起来了。我想起来，我之前那么费尽心思地得到平婆国，可是就因为姬恒动了动嘴，你就将平婆国给他了。我以为你要拿平婆国去给燕池雾做高枝，心里吃醋。吃醋？嗯。你吃小燕的醋不是因为姬恒？小白，你为何竟替那些不相干的人？是还在生我的气吗？我要怎么做你才相信我喜欢你？小白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剖心就可以吗？我若不喜欢你，我为何要进入阿兰惹之梦？帝君，你为我做的一切我都已经知道了，小白。又流血了。无妨，方才那个女妖攻击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躲开，还害自己受伤？嗯，你说什么？我听不清楚。你明明就听得很清楚。你确定现在要问我这些而不是问我别的什么吗？你方才明明可以用法术，为什么不用法术？可能是想显得我能打吧。小白，你现在不理我是因为刚才我亲你亲得不够好，还是我说的话不够讨女孩子喜欢？见谅，我在这方面没有什么经验，
以后得多同你讨教。还要讨教？你真的脸皮很厚。我以为你喜欢清纯的女性。那要分情况。还要分情况？看你的情况，小白。你真的不打算回应吗？回应？你喜欢吃糖啊？帝君，你喜欢吃糖，不要因为害羞就不承认。男子喜欢吃糖，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。如果吃过的话，应该会喜欢。我没有父母，从小就没有吃过蜜糖。看到别人吃的时候，可能有点羡慕。你会做给我吃吗？我会做蜜糖给你吃，我做蜜糖最拿手了。等我们出去后，我就带你回家。之前因为记不起来，所以觉得没什么，但是现在想起来，已在安澜惹度过些时日了。我已经好久没有回青丘了，突然有些想家。那出去后，我们先回青丘。哦，对了，莫少说，如果想要走出阿兰惹之梦，那必须得按照阿兰惹的选择过完他的一生才行。你按他说的去做就是了，其他的交给我。醒了，醒了就起来吧。我好像是昨晚没有睡好，怎么浑身酸痛啊？你确定是你没睡好，还是我没睡好？我有事，要回奇南神宫，你好好休养。我只是去些事，你先回去吧。那你身上的伤自己要注意一些。要乖哦。殿下，昨夜沈夜大人已经入府，老管事将他安排在梦春院了。他还满意吗？听老管事说，沈夜大人入府后似乎对府内非常熟悉，甚至都不需要老管事领路。可查查记得，沈夜大人之前并未到过府上。是吗？反正他是客人，你们都好生照顾着。是殿下，如果说他有什么需要，你送去便是。